名网友写下，阿公每天买猪肉，接着贴出该名正妹在猪肉摊前的多张照片。照片可见皮肤白皙的正妹一脸灿笑在猪肉摊前拿猪肉，她笑到眼睛都眯起来，展现十足的亲和力。不过其实该照片中的妹子并非台人，而是一位泰国网红，在 IG 上有49万粉丝追踪。网友转发的照片其实是她一月时在 IG 上分享的美照，而她社群中的照片都露出招牌的灿笑，且大秀丰满身材，